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原大学华语文教学中心的连育人主任。中原大学华语中心是全台湾最新设备最好的语言中心，同时我们在台湾的桃园区，飞机一到立刻可以学中文，非常欢迎大家到桃园来，到中原大学一起交流互动。